夏天，你醒了。对，醒了。这些日子辛苦你了，谢谢你小夏。如果不是你，我恐怕已经无了。见到你没事真的太好了。死夏天，你让我担心死了，我还以为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本来可能真的会醒不过来，但是感应到你一直在身边陪着我，所以就醒了。对了，小夏，我的记忆已经恢复了，知道自己以前是做什么的了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。很多老人都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夏天，我觉得你以后可有福气了。病人现在怎么样？小夏，不是我说你，你得让他多休息，躺着才能有助于身体恢复。你把他按到，我来给他再扎几针试试看。愣着干什么呀？快呀！医生，我已经好了，不需要再扎针了。什么？你居然真的恢复了？我的天，我真的治好了失忆症，我真的治好了失忆症！我的天，我要去写论文，我要造福全世界，全世界失忆症的人有救了。夏天，好看吗？好看，买，这些也要，买了，这些也都要了。夏天，今天真的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。你个死丫头，是不是偷了我的养老钱？你还有脸回来？你滚吧！还有这个臭小子，好了就好了，跟我没关系。爹，我只是想把夏天救回来，我当时也没想那么多。夏叔叔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，让你们破费了。不过好在我现在记忆恢复了，我叫刘三，也颇有资产，小千万吧。所以为了感谢你们，我愿意给你们一大笔钱，让你安心养老，行不行？哎呀，你这孩子，看你说的。我们对你好是图你的钱吗？尽说瞎话！来来来，赶紧进屋，一会我去买点鸡鸭鱼肉海鲜鲍鱼，你想吃什么？孽畜，你想干什么？哼哼哼，我想干什么？我想把你吃了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把我们当奴隶，黑沙夫的传承都快被你丢完了，你还有什么脸当老大？你看柠檬、加菲、土妖还有红衣全都死了，就你还活着，你应该去陪他们了。师父啊，为什么这几天都没见到夏天哥哥？他去哪了？小三啊，你管那么多干嘛？给你看的书看了吗？那个书上的内容我都会背了，还看个屁！我看你是不懂，我去找师爷爷去。刘远，江老大这次去外面要多久啊？咱们要不给自己放假吧，正好趁这个时间出去旅游玩玩，看看风景啥的。哎，你要是这么说的话，那我举三只手赞同。师父啊，咱们什么时候去吃饭啊？我都饿死了。玉良啊，你最近怎么这么能吃？两个小时前不是刚吃过吗？哎，为师都要被你吃穷了。瞎说，我怎么能把你吃穷？你上次去取钱，我看到你的余额了，里面八九个零呢，你就骗我？这话可不行说啊，不能对任何人说，知道吧？你听到没有？怎么有人在哭啊？我操，师傅，这个家伙怎么这么黑？黑不溜秋的，他是非洲人的孩子吗？而且好丑。浮生无量，玉良，上天有好生之德，一定要有大仁大义，做好人，做好事。为师给你取名玉良便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孩子黑是黑了点，丑是丑了点，但也是一条生命啊。哎，咱们一会去派出所登记一下，这个孩子如果没人要的话，就跟我们在一起吧。夏天，你是骗我的，对不对？你一定是骗我的。小夏，我知道你的心意，但我是一个道士，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。虽然我也很喜欢你，但我的命运就是这样，没有办法。不，你骗我。谁说道士不能结婚的？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是啊，夏天，丫头对你情深意重，咱们也一起相处了这么久，就算不能立刻结婚，也可以先处朋友啊，对吧？老汉还是很开明的。夏叔叔，您不用再说了，救命之恩我会一直记在心里。感谢你们的付出，但我乃修道之人，没有办法。小夏，对不起，如果有来生的话，我一定娶你。这卡里面有1000万，送给你们了，我走了。再说下去也只是徒增伤感。刘三，你这个无情无义的人。哎呀，好了，丫头别哭了。对不起，小夏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如果有下辈子，我一定和你在一起。抱歉了。哎呀，恭喜恭喜啊，恭喜恭喜啊！感谢各位亲朋好友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我和小夏的婚礼，感谢大家，感谢大家。我发誓，我这一辈子会对小夏好的，永远不会辜负她，也不会欺骗她。
你不会骗我吧？当然不会啦，你可是我最爱的人。